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新监制 Rachel。 摄影棚的灯要怎么打？我最近手脚麻痹，怎么样拍？美食节目该介绍什么？日本料理。 Excuse me， 我想东西 slow slow， 你们可以慢一点吗？灯要怎么打？手也麻痹，脚也麻痹。日本料理。 Slow down guys， I'm so slow。你们都该用 Thompson 银杏，它有日本专利科技 Thompson 活性银杏精华，能促进血液循环，让你全身灵活有活力，手脚不再冰冷麻痹。 Thompson 活性银杏，马来西亚第一银杏，不要拿错哦。